们一开始用报纸点火这个热有没有？啊，它就是要让那个菱角壳里面啊的那个碳氢键结断掉，释放出氢气跟一氧化碳。关田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我们的菱角跟水质，所以我们关田国中，我们从水质的一个自然保育的课程出发，然后来发展可以减缓气候变迁的关田乌金的生物碳的系列课程。那我们跟区公所还有成大的林宏平教授来发展可以减少农业废弃物的这样系列的课程。那我们也跟区公所还有社区还有我们全校的师生一起合作用我们关田的粘土、稻草还有磷壳炭，那我们亲手打造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菱角造型的关田窑。我是这一座窑的解说员，今天呢，我要来为各位介绍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菱角造型关田窑。它可以烧东西、煮东西、烤番薯、烤肉啊。利用这个关田窑就是在我们菱壳炭碳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废热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在地食材的一个教育，然后告诉我们的民众以及学生如何减少我们的碳足迹。那也在我们教授的指导之下进行菱壳碳的一个田间的试验，同时在学校呢建置了18个快乐农园，推广我们的微生物菌的一个友善耕种。人说吃水果拜树头吃米饭就要拜蚕头，跟我们大船以前叫做关田溪鼻准，它不仅是我们嘉南平原的灌溉用水的水源，那它同时也是我们嘉南平原的生命的一个泉源。所以我们破天荒的在学校利用空地、利用水沟，我们重现了皮塘、水圳、农田这样互动的一个关系。那透过课程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农业文化能够传承并且延续，利用这个咖啡机的原理去过滤它的这个重金属的染剂，我们用这个有用磷壳炭的滤纸去过滤，拿高起来，对，拿高起来，好，你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过滤的比较清澈的。科技呢也可以减少人力的应用，还有对于我们的资源做有效的管理，所以我们发展智慧农推，我们把科技跟实农来做一个结合，透过物联网的一个概念做一个水资源的有效管理，我们把这些农作物的生产的一些资料上传到云端，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农作物的一个生产的履历。那我们另外呢也把我们的艺术教育跟我们的低碳永续的环境教育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每年都以关田的环境来作为素材，然后发展了很丰富的一个艺术课程，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知乡亲乡进而爱乡。所以我们的一个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低碳永续的环境教育了以后，那他能够从关中出发，影响我们整个社区，然后走出台湾迈向世界。所以我们用这八大主轴来推展我们关田国中的一个低碳永续的环境教育，那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我们这样子低碳教育的一个典范的学校。
我觉得这些实验很有趣，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能发明更多这些实验，然后去帮助到我们的地球，对，然后可以让地球可以永续发展这样。谢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课程，不管是学校里面的领域融入的课程，或者是活动式的课程，甚至专案式的课程，或者是游学的课程，我们希望能够让不管是我们关中的孩子，或者是进来到我们关中进行学习的大人小孩，都能够成为我们低碳永续环境教育的绿巨人，进而去影响更多更多的人。